设备一字排开，五科别慈济仁医会义诊专为聋哑人士而办。哇，就还好这个白鹿台风离去了，是算我们的运气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如期的办这个义诊活动。然后真的是谢谢慈济团体，真的谢谢各位师兄师姐，都奉献你们的大爱来为大家服务。只要把脉哦，那个不用去问诊的话哈，也知道他的病情，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这边帮济宁天使做义诊。问诊是非常重要的环节，许多守义员也来当志工。现场不仅诊疗病痛，也设有行动药局，能够直接领药，一条龙服务，照顾身障朋友健康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陈桂玲桃园报道。